站着吗？你站这么久站着吗？我学习给他的都得多少砖？我才不好砖呢。你没有学习的还能算住？你站不住了。把小孩长脸的拴住搁广场溜。二年级，拉的呀，拉的大。他这个裤子都拉，磨拉。我知道。拉裤子上啊。男孩儿嘞，你咱家的训狗，你舍得老弄俺家喂嘞？裤子都磨烂完了，你说，那这小孩他都不跟俺说瞎话。哪儿嘞？那这是他这是啥掉了？找的啥老师？这是找的啥？哎，那个哎。要是不出这个事，你也不敢说出来。那不敢说。对。我给家里边，你闹还不能跟他，还不能跟他说，有的事也不能跟他说。嗯。哎。我跟宿舍里边打架也，把他打死的，肯他不跟我进屋。要么去打工公共厕所，但是上打工厕所也有别的人去上厕所。俺宿舍里边还有个小厕所，他应该是跟小厕所里边打的。搁小厕所里头打完以后，那就扔水了。那都是晚上，然后第二天下午才让他去看。嗯，学校藏水九小时。把他尸体藏九小时。学校藏的。我也是在那藏。晚上的时候打死的，人都死了。嗯。打死吧，又放几个小时，又说是跳楼的事。然后他说他身上热，我估计还是盖的包的。他是被，有可能是疼晕的，然后就是那种，还没有死的。他身上的余温，他一个人有那个温度，他散不去啊。他这电热，咱搁电热的呢，你也不知道。他散不了那个热，没散得开。嗯，然后就是热，他肯定有。然后就是说。他又把他拉从楼顶，老校长应该也在里边的，肯定校长参与了的。哦，校长要不参与，那六楼的门咋开？他是从，因为俺那窗户都钉住了。他说以前那有跳楼事件，所以说他们都准备那的保险那块。嗯，然后就说，然后他平时，把那个楼的楼梯门从那个铁柱的那个门打开了，然后把他们扔下去的。那个门就校长有钥匙，把他拉上去的时候，那滴血的。嗯，那浆都血。可以，我。现在比他上回那个站也不这样。哎。太讹诈了，这个学校。一个都被俺历史老师打了，历史老师。然后他舅舅，他亲舅舅是初中部的年级主任，他一开始不知道，然后他给打错人了，是吧？